家发现哦，在炎热的撒哈拉沙漠所生长的撒哈拉蝇蚁是全球跑得最快的蚂蚁，而每一秒钟能够跑85公分，相当于它们体长的108倍。惊人的步数是界百米纪录保持人波特的10倍，速度快起来就像是在飞行一样。渺小的蚂蚁一闪一闪，身上散发银色光芒，在毒辣辣的阳光下，仍健步如飞。一眨眼就不知去向。在炎热沙漠生长的撒哈拉蝇蚁是全球跑得最快的蚂蚁，连人类都望尘莫及。The amazing silvery shine is caused by tiny hairs which protect them from the dangerous sun radiation and the enormous heat. 科学家最近发现，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出没的蝇蚁，每秒能跑85公分，相当于它们体长的108倍。脚步交换的频率比百米世界纪录保持人牙买加的波特还快10倍，速度快到乍看像在短暂飞行。因为他们全速奔跑时，六只腿会一起腾空再落地，触地时间不到7毫秒。They always stay near the nest entrance to protect it, charging everything that might be a danger.蝇蚁跑得如此飞快，是为了躲避撒哈拉沙漠的极端高温。日正当中，气温飙到摄氏60度，外出的蝇蚁得在10分钟内迅速捕食动物尸体，再返回蚁穴避暑。它们的脚比一般蚂蚁修长，让身体不必触碰滚烫的沙土。They are only active during daytime. When the sun goes down, they close their nest completely. 快速敏捷的撒哈拉蝇蚁超越人类极限，在炎热沙漠快速移动生存。大自然生物的奥秘令人大开眼界。